你把你的手机录音开开，把手机录音开开。亲爱的，我给我提快一点，好吧？嗯。可以先用中文给我们打个招呼吗？你往前一点，你往前一点，距离。大家好，我是李坤。那这次是第一次来中国拍摄这种真人秀，跟中国人合作的话，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中国艺人方面。처음으로중국에와서이런프로그램에출연하게되었는데어떤생각이드세요느낌이어떤지말씀해주시겠어요일단이런프로그램은처음이지만뭐드라마나이런버라이티쇼나온적있는데한적있는데중국에서그래서이번운동하는프로그램이잖아요네그래서중국분들이되게열심히해주시고개그도휴머센스도되게좋으신것같아서그래서이프로그램되게잘될것같아요他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中国的这个真人秀，体育类也是真人秀，但是呢，之前也参加过中国的一些电视剧啊或者电影的拍摄，以及各种各样的演出。这次所以说跟中国队合作非常愉快，中国队非常努力，而且也非常热情，然后也非常幽默。希望这个中韩梦之队能够在中国取得很大成功，他也相信能够取得成功。那在录制期间有没有发生什么很搞笑的事情，或者说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촬영하는과정에아주웃음일이라든지인상이깊은일이있다면어떤일이세요글쎄요일단저는배드민턴이랑그장애물그뭐라고해야되지통화하기막이런거만 했는데네그냥다들너무열심히해주셔서저도재밌었어요可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中国队都非常努力然后这个节目当中比较这个曝光率比较多的羽毛球啊就是跨越障碍物啊这些然后中国队呢可以说全员都很努力然后他也很享受能够参与到这一过程是这样的好那除了录综艺以外接下来还有在中国有 哪些工作计划吗이프로그램외에중국에서도기타계획이있는지다하고싶죠다하고싶고런닝맨도나가고싶고이제2PM 활동이좀조금많아서좀바빠서이제공연준비도해야되고그래서시간되면꼭보겠습니다他是说有计划就是说还不如说他这个很多活动都想参加包括这个中国的跑马什么的但是现在 2PM 的日程安排的有点太紧了所以有时间的话会很快再回到中国与各位粉丝见面的那这次和中国艺人合作，他们肯定会给你推荐很多中国菜，包括你来中国也会吃到很多中国菜。有没有你最喜欢的，或者是最不能忍受的，比如说臭豆腐啊什么的？제일선호하는중국요리는무엇이고제일감당하기힘든중국요리는무엇이었을까요예를들어서뭐퀴퀴한냄새가나는그두부라든지두부튀김이라든지저지금못먹는거없죠좀다먹잖아요그제가좋아하는건뭐저기뭐라고무슨아농家小炒肉红薯하고에이농家小炒肉最喜欢的然后没有不能吃的基本上都可以吃的아못먹는거거의없는것같아요他说他没有不能벌레막이런거빼고는除了一些虫子啊昆虫啊之类的왜냐벌레못먹는사람많잖아요근데중국음식되게저어렸을때부터중국음식많이먹고자랐어요왜냐면엄마도할머니도하이난사람이거든요그래서하이난면어머니도하이난사람이에요엄마쪽이다하이난
他那个从小吃过很多这个中国菜，因为妈妈或者姥姥，就是他们这个妈妈那个母亲那边都是中国这边海南那边过去的，所以这个对中国菜也不陌生，也比较喜欢。好，那很多 idol 艺人都去录真人秀了，真人秀上很多表情可能会比较夸张，然后会被粉丝就能表情包之类的。那你在上综艺有没有包袱之类的呢？或者说是会不会担心被粉丝截成表情包，然后做成聊天的工具来宣传？지금 많은 아이돌들이 리얼리티 쇼라는 그런 프로그램에 참석하거든요. 네. 그래서 그런 프로그램에 참석하려면 표정도 좀 과장적이고 그래야 되는데, 그래서 많은 팬들이 이런 아이돌을 대상으로 해서 아이콘 패키지를 만들었어요. 과장적인 그런 표정을 따가지고는 별도로 패키지를 만들었는데, 그런 부분에 대해서 우려가 있는지,니콘치를별도로그런아이콘패키지를만들까봐걱정되는지아니요일단리얼리티라는게제일자연스러워야되고 네. 정말리얼해야되고그래서뭐웃긴표정이나못생긴표정도저잖아요그래서 네. 뭐만들어주세요没关系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负担因为真人秀的话最主要的是自然和真实然后不管是搞笑的表情还是比较丑陋的表情都是我自己的表情没关系尽管做吧okay, 打的能跟橘子娱乐打个招呼吗就 Hello 我那个橘子娱乐刚刚不是已经打过招呼了吗开头就打了招呼说 Hello 我是你吗他橘子娱乐的那个可以带上我们 logo 打对对对、okay. 对怎么说橘子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尼坤橘子娱乐的网友们、okay. 橘子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尼坤好谢谢、okay. 非常感谢谢谢